注意哦，这影片当然看起来是很炫的，其中其全世界包括美国跟台湾最重视的是有一个飞机叫做 NEX 最后两秒在他那个飞行的金头盔上面两秒钟，注意看到没有，他把布拿掉了，中共最重要的隐形长城重型轰炸机，美国人很怕他，你是他跟 B2 隐形轰炸机是一样的陆版幽灵啊。而且我再给你讲，您专家看了这个之后您说了，第一个他跟 B2 一样，他有两个那个载弹舱，你知道他每个载弹舱可以带几枚远程的大型巡弋飞弹，几枚，哎，这个攸关他轰炸的能力，八枚，然后你可以说他可以带8×2，16枚，而且每一枚2吨重，现在有专家已经研究说他的巡弋飞弹可以打12000米，夏威夷距中国大陆是9600米。英国的媒体用了这个标题，让美国重新体验珍珠港惨痛记忆。哦，意思就是说他可以直接就攻击夏威夷。是，所以这个 NEX 果然是有点让我们心惊胆战。